开心心过每一天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.天父啊，我们实在相信 Esther 妈妈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。哦，主啊，在她的有生之年，必定要蒙耶和华所赐的恩典跟福分多而又多。哦，主啊，让她左手有富贵，右手有平安，她的路径都低下脂油，她未来的年岁，哦，主啊，都能够更多的经历主你的引导。哦，让他实在经历到恩惠慈爱随着他，神迹奇事哦也跟着他。哦，让他在信的人当中能够成为美好的榜样，在活水得胜教会成为代表者，成为守望者。凡是为他祷告服侍的人，个个都哦经历主你的恩典，把荣耀归给神。天父，我们求你纪念妈妈在你面前的摆上，主啊，他常常喜欢做很多点心。主啊，做很多糕饼，主啊，分给很多很多的人。主啊，实在求你继续来高抹他的手，让他越做就越喜乐，越做越健康。凡是吃到他糕饼点心的人，主啊，都能够健康长寿，都能够得着福音跟救恩。天父，也求你特别恩待他的宝贝女儿 Esther， 也恩待啊他的外孙哦，这个两个外孙儿子的外孙女啊，都能够将心归主，将心归家。哦，主啊，因为在耶和华哦，让耶稣基督由天降临而以前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如同施洗约翰一样的为主耶稣基督预备道路。主啊，巴不得我们就能够靠主的恩典，像施洗约翰一样的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吃的是蝗虫，是野蜜，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，让我们食衣住行都尽量简朴，或吃或喝，都为荣耀神而行。哦，主啊，蝗虫是我们的食物。哦，主啊，蝗虫会带来蝗灾，会带来祸患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仇敌当作我们的食物。天父，就求你让 Esther 妈妈哦，的的确确，因为有了神的恩典跟福分，主啊，任何苦难让他能够靠主的恩典经历到吃苦就是吃补。哦，主啊，让他心欢喜灵快乐，肉身安居在指望耶稣基督的再来当中，让他在主来的日子，在神的国里面有权有份，也蒙主大大的纪念。求主保守他灵魂体健康平安。孩子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感谢主。好，我们有哪些人愿意说祝福的话？来，燕芬开始带头，燕芬带头，林路亚哥，81岁，哦，都81岁了，感谢主。来，还有一位是81岁，哪位他祷告？祷告，现在来祷告。祝福 S 妈妈这个圣灵充满，每一次 S 妈妈祷告的时候，下一次大家一定要跟她一起来祷告看看啊！我们平常她讲的话国语有点听不懂，但她祷告的时候每句话都听得懂。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。哈利路亚，谢谢神与我们同在。哈利路亚，神与你同在，神与你同在。